分享一下这个一帆风顺复花的问题。想要这个一帆风顺复花，要做好以下三点。首先就是这个花开败之后要及时的给它剪掉。怎么样才算是这个花开败呢？要么就是这个花朵全部变成这种全绿色，要么就像我的这样变成这种枯黄色。要怎么剪呢？稍微把这个花跟叶子连接的地方稍微多掰出一点来，看到没？这样，然后咔的一声都不用剪就可以，因为这个剪掉的话就可以节省营养，更利于它第二次开花。第二就是这个摆放，虽然这个一帆风顺是耐阴的植物，但是想要它开花的话，这个光照还是要有一定要求的。平时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明亮散射光的地方养就可以，但是冬天的话就要给它适当的晒晒太阳。第三就是施肥，缺肥的话也会导致它不开花。那要怎么施肥呢？最好是给它施这个簇花长效肥，埋一次之后一年都不用给它施了。做好这三点的话，这个一帆风顺就比较容易复花。如果还没有复花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你买到的这个一帆风顺是被这个商家催花处理过的那种。